心亲像宇宙天地，宇宙万法啊，拢吸入啦，伫咱的心灵，所以有讲未完的法，这叫做智慧。咱凡夫呢，一滴一滴，都是用个心，知识、知常识，只干那知识。知啦知啦，阿爸无捌啦捌啦。会记你讲吼，较早恁若讲知啦知啦，师父就讲再讲一句就好。迄个知啦知啦，迄个后壁即句知呢，颠倒去啊，还是呢知，好好的坚定咱的心的方向，咱身体。行，无三心两意啦，是一心一志。知，咱呢，知影讲生命无常啊。那咱要接受佛陀的教法，咱一定呢，佛陀一定教咱发善心、立善愿。啊，善心善愿要从啥下呢？救度众生，啊！你要救度众生啦，都要有缘啦，无缘众生不能度。那欠菩萨的力量，天下众生无人有法度。人人观世音啦，人人观自在。对人是，咱是观世音，听世间的声音。多位需要咱，咱就甲多位去。也咱呢，在人群中爱合群，合群呢难免是呀非呀，咱爱甲家己讲爱自在。所以呢，对己观自在啦，对人观世音啦，这就是咱合群真重要。各位菩萨。在师父看恁大家啦，恁拢做到啦，做到，唔是代表讲拢总圆满啦，阿袂圆啊，吼，咱呢做到的意思就是讲，这对的恁有做到，这对的恁有做到，福慧啦。恁拢有做到，即马则是开始起步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；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